今日网球公开男双上出现令人惊奇的画面，有一对长得一模一样的兄弟档在场上奔驰，原来是我国双打青少年好手廖飞云与廖飞迪，两人曾在全中运拿过双打金牌，今年是首次参加，面对众星云集的全大运，他们也有几位相当关注的选手。第一种子吧，这黄亮琪他们，对吧？还有台师大的话，黄耀成他们、都很强。打很多都很强。双胞胎组合在双打上是较为少见的，但也因为双胞胎让他们在场上有绝佳的默契。就读中华大学的两兄弟平时因为没有练习的对象，只好两人透过对打来增强彼此的实力。在双打方面，他们也有非常崇拜的偶像。哦，就国外的吧，就是美国的布莱恩兄弟，对，他们也是双胞胎。如果他们还有在我们打的时候他们还有在打的话，当然希望。今日两人共打了三场比赛，其中最后一场是强赛，对手是实力坚强的何智仁与张玉琪。还是大一的他们毫不畏惧对手的强力攻击，两人把比数追到8-8进入 tie break， 最终是以7-1晋级明日的冠军战。7-8的时候 ，Deuce Noe 的时候，他接发球的时候正拍直接打到对手，所以就变成8-8变 tie break 后才可以8-1赢下来。7-1赢下来，很开心啊！因为第一次打大专杯，然后我们一年级双打可以打跟3-4年级打可以打到冠亚军赛，很好，就很好。两人在场上总是成为大家的瞩目焦点，虽是大一新秀，但打起球来完全不输给经验丰富的选手们，也期许他们能在未来朝双打方向继续努力，并在网球场上传来更多捷报。记者邱玉婷、陈玉婷、黄梅芬，宜兰报道。